Hello， 德物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哈哈，我没什么穿的，今天这身造型是给我搭的。我自己平时就是简单舒服就好了，不过这个卫衣我也挺喜欢的，简简单单的。我都是球鞋，球鞋运动鞋。你要拍我脚啊？等一下，拍我脚我得换那双，那是造型师给我搭的。我就比较喜欢穿板鞋，这双是我自己的，这个空军一号，然后还有一些底或者的一些，反正就是舒服怎么舒服怎么穿就行。除非特别有精力的情况下，或者朋友来的时候，或者搬家的时候才会做饭，基本上自己不做，太累了。都挺喜欢吃的，很多东西我都分享了的，清淡的、辣的我都喜欢。没有快乐秘籍，我这个人可能天生性格就是这样吧，比较阳光或者是比较开朗。表情包，就是扇扇子那个，就是还挺帅的。演他最大的挑战是不同于我之前演的角色，他这个角色是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，然后他有很多样的多面性，面对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事，展现出不同的另一面，所以对于我来说挑战还挺大。我最大的感受是挺同情他的遭遇的，然后也希望他在未来的平行时空里生活得很好，能够珍惜自己、爱惜自己，不会跟他做朋友，话太多。多少分？59分，及格都没及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！我知道大家都在批评我，挺多的。大家在一起现场开玩笑、打闹什么的，主要是刚开始大家还不熟，大家都挺冷场，就拍完就各走各的。后面大家都熟了，就经常开玩笑什么的。因为我喜欢吃鱼粉，然后有的时候会分享鱼粉给大家。然后张老师他家呢又比较喜欢吃江西的拌粉，有时候会把他们家的拌粉分享给我们，就挺开心。都喜欢，古装可能拍起来要稍微累一点吧。但是也不一定，现代我上一部戏拍消防员就挺累的，因为消防员真的不容易，对，要感谢他们。我觉得都还可以，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没演过的角色，不同的角色。好 ，OK， 量吧。等一下我打出来，多少厘米？20。我的手长得就是比较修长，就是比较可惜的是我小时候没有学弹钢琴。护手经验就是擦，一定要擦护手霜。不知道其他人的手怎么样，我的手比较容易长倒刺，然后比较容易干，就要时刻保护它。